友大家好，我是王鹤琴，欢迎再度准时锁定当冲俱乐部哦。好了，这个行情今天虽然出现了400多点的一个反弹哦，但是大家千万别忘了哈，之前跌得这么惨哦，你不会今天才觉得涨400多点，觉得很开心吧？这个接下来该如何呢？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鼎业投顾的阿玉老师来到节目的现场，老师你好，大家好。好，真的，我们如果又要仔细算的话，因为我们是财经节目嘛，对不对？数字对我们来很重要，大家不要忘记了，三周的同时跌的是2500点呢、欸。是啊，对不对？你要如何继续赚钱？你要如何在这个市场当中不赔钱？哦，那都已经这么厉害了，就已经很厉害，而且还能够继续赚钱。哦，那算普通的。所以不管行情怎么涨怎么跌哦，事实上呢，我们照赚不误。当然啊，多也可以，短空也可以，当冲也可以。对对对，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老师 Polo 的厉害的地方。他现在的最大最大，大家都说就当冲一哥。为什么你知道？这个行情哦。忽多忽空，它变化的速度很快。嘿、嗯，是讲哦，昨暝啦，人诶联准会啊，哎、嗯，开始就预告啊，哎、欸，可能九月就要降息了。嗯、所以讲，美国股市都要皮薄跳起来，对不？哎、欸，那如果没有这一道消息的话呢？今天会怎样？对啊，就继续在底下磨哩磨哩磨哩啊，就算讲这个行情继续底下磨哩磨哩磨哩。你有办法赚钱吗？你嘛是加加在遐等解套尔，对不对？所以我讲嘛吼，无同款的操作得来的一个、啊、报酬是大无同的、嗯。那简单来讲，投资者来股市目的何在？赚钱。对嘛？赚大钱。卖讲赚大钱啦，无料都已经偷笑啊啦！卖讲赚钱啦，为什么？伊无抓到美甲。什么美甲？包括迄较资深的，你敢问答案就出来了。嗯。料拢料大，赢咧，拢赢少啊！哪怕讲一支股票会使飙一倍、飙两倍，干你何事？干你嘛无地带，为什么？你平赢就算去啊嘛，赢拢赢少少啊，好啊，啊，今呢三礼拜落2500点，我请教，啊，你的股票呢？等解套，我答你啊喂，你安尼甲暗来切去甲看卖啊这里，总结一个答案是赢钱啊了钱。而且老师三个礼拜其实很快耶，三个礼拜这2500点你没躲过，真的就。口袋空空了，所以我讲哦，正经人会赚钱的人哦，嗯，1%才知道的秘密，我讲给你了解。投资者爱做多，我知影啦。上惊就是惊来这个行情，三礼拜落2500点，是啊，百分百爱输啊。那你怎么不去改变呢？就算我去做空落来，我嘛甲照赢半碗。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无？不是在那里坐以待毙，等你解套，按也未解套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来讲嘛，输甲赢都差别伫遮。要赢的人，人就要想办法，当冲嘛。都检查你讲，咱若做多，就先买后卖嘛。啊，若做空嘞，就先卖后买嘛，就差一只尔嘛。你落单的时阵爱细意，不要哈、哦、选错边的，安尼都。可是投资人最容易就是选错边。是啊，所以我讲嘛，咱投资者吼，一直在想，我想要赚钱，我想要赚钱，那有抓对方法吗？那用对策略吗？嗯，拢无。就是安尼道听途说，哎，报纸看看的啦，还是电视节目啊个，了解一下尔，啊，就一窝蜂就跳进来，啊，唔知怎样变，啊，唔知啊讲搭公司，搭是先做啥型，是探金公司啊，了金公司都不知道，说什么就买什么，就买了一头拉股，是啊，一手都是股票。所以我讲嘛，你去研究对策，你去问下一寡吼。嘿，做股票拢本胜本输的人，是能够给你什么意见呐、啊？
反而他所讲的你跟他板着做你就赢钱，那他所跟你讲的是不是这个买那个买，是不是这样？那我刚才已经跟你讲答案了，你跟他反着做你就赚到钱了，他在买你要卖，了不了解？这样一下子就答案就浮在你眼前，但是你不会用，可惜哈。所以我说嘛，正经人会厉害哈，1%而已啦。哎、欸，可是老师，我跟你讲，你之前这个在下跌2500点的同时哦，有一个会员非常特别哦，他是士林的张妈妈哦，她70几岁了，哦，70几岁，她那时候打电话给我们这个服务人就说。我已经看不懂这个行情了，我真的看不懂这个行情。然后他说，但我也不会当冲。但他讲了一句话，我们觉得真的很棒。他说，我在今年底之前，我一定要反败为胜。反败为胜方法呢？他就加入你的啦，对不对？哦、那最快啦。所以啊，我说我拿什么都不用想，我拿这个例子出来说的意思是说，这个张妈妈她70岁了，值不值得学习？当然啦、啊，我来讲哈。晚来哈、哦，总比没来好。对，对、哦，真的。只要你还有一些资本，要翻身很快。我一再跟你强调，当冲剩了几下信用额度。他玩的不是你的手头上现金，你别讲你手头现金100万。那或许你信用未歹啊，贵也当厝咧啊，得做包包租公啊，包租婆咧啊，哎、嗯欸，信用不错哦，哎、欸，营业开给你500万或者1000万或者2000万、3000万的额度都可能，但是能够回归原点，你的现金多少？100万。哦，安尼就盖好木啊啦！我就讲，当初是在玩信用额度，不是在玩手上现金。啊，无我真简单问你。但三礼拜落2500点，大家拢在等解套。就算讲我即马甲你讲行情偌好，都偌好，你敢不敢再拿资金来做投资？你敢不敢？你唔敢嘛？你咪是等解套呢？所以，我们当冲其实是不增加现金的，不增加资金的，就是没有这个担忧跟这个压力。对嘛？哦，所以你了解不？了解。你若讲哦，连续安尼啦，6月份。有无？伊信用多500万，一天一季度，6月份赢偌济？385万9500块。顶个月嘞，7月份，同款一天一季，同款是500万的信用额度，赢偌济？358万9000块。连续安尼，这两个月6月、7月，这个数字你甲加起来。7,448,500块，有用到现金吗？一块也没用到，完全都是当冲。那这样以二一老师这个绩效，我请教你，当冲会赢吗？当冲要赚100万有可能吗？他刚才我开场牌就已经跟你说了，不管遇到什么行情，照赢本哦，我就已经赢你再多再多了啦。因为你若做空落来，你就等解套，你就没辙，坐以待毙。我会当继续赢，无讲就差一只，这是上大上大的无讲。而且呢，我嘛一再跟你强调，啊，人当冲的优势强过于波段。这么多，你就偏偏不用，就用那传统方式，哎，输就跟硬凹死凹，这就是认知落差了。莫怪你输家已经拢无信心，我咧甲你讲啥，你拢讲啊，伊讲那天方夜谭。我讲吼，你如何美梦成真？如何让他美梦成真呢、啊？咱改变的开始，先让你体验一下啦。哦，讲这当冲人是安那做，我逐天拢开放这个名额给你。哦，只要你显示你的电话号码，
一旦鳄鱼老师呐出卡手的时阵哦，再请助理给你做通知，迄个买卖点，就是这简单。啊，你着即卡步，你无行出来，干那想，干那做梦，会实现吗？我问你这上简单的问题，对不？你讲今仔日这个行情反弹的气势这强的，你看有我嘛看有啊，但是呢，你有赚到钱吗？无，你嘛是这单解套，是减了一寡尔。你有没有想过，你用这种方法，你何时才能赚到钱？才能赚到大钱也是都不太可能。是嘛？所以我讲嘛，不管行情起落，鳄鱼老师照赢本哦。来，你来看，一起就四百多点，对。咱开盘前8:45，咱就择优做多啊。来，人客，在这个过程，要安怎照赢本哦？你嘛是共伫遐看尔。哎呦，老师，我迄当时吼拢买伫遮啦。啊，人迄个哦，一讲了，台积电偌好咧 ，AI 偌好咧啊，大家要套套在一起，要实实在一起，讲意义，一点啊意义嘛无嘛，你都唔听阿伟老师讲，落来啊赢，去你啊赢，昨有甲你讲无？这支，其乐融融哦，互你扫描一个 QR code 的，咱熟悉开始的第一步就是这個。对不？卖讲干啦，梦想梦想，你会实现你的梦想的第一步，咱来做朋友。我鳄鱼老师并无甲你收钱的情况哦，和你扫描这个 QR code 加入鳄鱼老师的 Light， 对不？啊，和你吼、哦、参与咱会员当冲赚钱一种快乐。只要你留一个电话一个，对不？咱助理唔再知影讲哦，我这通信息鳄鱼老师发出来啊。嘿，用信件，赶紧哦，要通知下人的，较紧的哦，卡手较慢的哦。284先买，304卖出，唔免一点钟，谢谢，20元下课。这就叫做赚钱，不管什么行情嘛，照赢本哦，对不对？这是这个月第一天呢，8月1日呢。我就跟你旗开得胜了。哦，真的是旗开得胜了。你这样一张一张做赢了这，赢2万呢。啊，那十张十张做嘞，赢了这，20万呢。哥哥姐姐，哦，你上我上，这安尼当冲安尼有趣味无？而且做完无完无落，我慢慢等个收盘，就算讲个收盘，你敢有法度赚较济？嘛无，那何必呢？咱就抓迄个高低价差，我赚我应该赚的钱啊。和咱的会员朋友爽歪歪，安尼就是我来这的目的嘛，对不？对。啊，就招你来赢一个，就安尼啊，昨甲你讲的啊，啊，就其乐融融，哎、欸，要分你赢，分你赚，啊，我敢有甲你好笑？会员嘛，拢在看节目啊，有无？今仔日这支安尼赚了有这紧的无？有这强的无？有这准的无？是不是？刷咧咧，明仔载来，赶快要让你体验一下。感受迄种赚钱快乐，你要打电话来阮公司哦，迄绝对迄种用人客哦，我绝对优先安排。哦，是吗？当然啦、啊，直接打，等一下就可以直接打电话到公司的话，是啊，他会优先就是。对啊，就是安尼啊，优先给你做通知啊，这个信息啊，都、哦、优先给你做通知啊。啊，跟之前不一样哎、欸，之前是。我到是之前嘛，对不对？伊就扫描 QR code 啊，啊有没有显示电话号码？我唔知呀、啊。哦，对不对？了解。啊，你若显示电话号码，咱助理嘛是会给你通知啦，只是会较慢。哦，啊，你若用电话打进来咱公司来咨询的话，哦，会上紧。先安排。对啊。就先告诉他。啊，无一天30-40个要通知到甲一堆人。拍谁啊？有时候还不止30-40个、啊、哇、啊！我们的业务是真的是很辛苦，每一个都要通知，但是我们说到做到嘛。是啊，我讲要让你体验，就是让你体验啊，是不是？所以讲马仔这支欣喜若狂，哎、欸，我传达你哦，我已经准备好哦，哎、欸，我唔是时间了，再来凊彩掠一只股票给你哦，哎、欸，搪塞哦，我这拢已经准备好，你从怎安尼，人这支安尼现赢20元，好爆死啊！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安尼有简单无？鳄鱼老师敢有甲你收钱？无吧？
是不是？啊，你今仔日你若一张就赚两万，啊，十张就现赚二十万，速度快不快？唔免一点钟，你所赚的是人一个月，人总经理的薪水二十万，安尼爽歪歪无？是不是？搁而且咧，人哦，一挂人客啊，哦，也要多，也要空啦。嘿，会指点二一老师讲，老师，我股票不要多，你只要好我甲我吹。哦，按、啊、两个月来，会使赚一百万呢。指定到这支股票就好哦，不要太多哦，对不？会赢上较重要。人客，你所要爱是毋是安尼？股票遐尼济，敢有效？啊，未起未赚钱，冒一大堆嘛无效，是毋是？我来甲你讲，人客指定，哎、欸，老师，你上有稳的，迄种的你报我赚，两个月来，甲赢一百万就好啊。安尼，吼、哦，结果人客太小看二一老师啊！他拿那半个月尔都变变变变都拖咧弄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啥？倒一句，富士达，两个月啦，要安那赚百万？我教予你啊，你赚互我看，要拿你迄个契机点，哦，要个蒙拉兼西裤，安那讲蒙拉兼西裤，人客。当冲、波段，拢要甲照牙崩哦，安尼唔太紧，啊无两个月来要赚一百万，就对这支股票，你赢来我看卖者，人客，你赢来我看卖，你敢有法度？我们现在就是公开跟我们一起来竞争，对不对？无啦，这个必能力的呀、啊。对，我们一起来、哦。因为你知道吗？之前有个台南的沈先生哦，其实他就有说，他七月中他就加入了。他那时候很可爱的，他一开口他就先跟我们业务讲说，我不用，我一个月每个月哦，他有说每个月哦，鳄鱼老师可以让他赚三十万。就可以太简单了啦、哦、一个人就半个月就给他砍掉了我们就说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结果不到半个月是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富士达也一样两个月来要怎么赚百万人家要这样赢了就三万了赢了就三万通常这样啦蒙拉兼洗裤要让你赚到安心、嗯、最主要的原则是在这里赢 5% 以上可以流仓哦就是当天啦、嗯、我这个撇步你如果学会我学到你厉害要赚大要赚熊要赚多就是要而且要让你安心、嗯、你对我你买到的不是一个鳄鱼老师好引导哦，啊，无多你做翁啊啦，好引导嘛，别人个，对不对？对对。咱这叫是一个挖苦，嗯，咱是伙伴关系，你是头家，我是新奴，你甲我交代的代志，哦，我着认真甲做好。所以讲，你甲我讲啊，老师，我股票不要多，只要你选定那档股票。一月日会使赚百万，安尼就好啊。所以咧，咱若要赚熊，要赚多，一旦咱抓到好股票，咱就流仓。这是咱当冲流仓的最主要的这个要件。了解无？赢 5% 以上。这若讲话你做落去，甲流仓，到今仔日咧，冇事啊，来个赢。这你若十张十张做现赢，就二五万。哦，足紧个，安尼着。是啊，你甲我讲啊，你要偌久要赚三十万？你太小看二一老师去啊！不是啊，很多投资人其实都也都怕了啦，他们自己做也很辛苦，所以那个期望值都不高，你知道吗？就没想到七月份二一老师给他赚三百多万，他们觉得哇哇，可以抬得起头跟他子女交代说。我还是可以的，所以我讲嘛吼，台面顶啦，那讲做当冲哦，会当个鳄鱼老师逼这个绩效吼，你请他往前站一步。六月份一天一季度五百万的信用额度，六月份就385万9500块，
顶个月七月份，也话这358万9000块，这若两个月，互你加起来748万8500块，咱无用到一元银的本钱，这就是我咧甲你讲的当冲的优势。唔免讲，你增加投资资金，当你手头遐个股票，我嘛无叫你买，迄是做后盾。万一若讲阿二老师建议讲，哎呀，迄赢5%以上要留仓，你就留我甲你建议的股票，你卖掉你手上的一个持股。啊，上好是莫有现金的上好，哦，迄种哦能够安定你的一个战斗力，够迄个心情。为什么？你有钱，一手有钱，一手有胆，你就敢做啊！系对，这是很重要。啊，无你无钱，干那要安尼好哦？当冲，我还未叫你出，你就家己卡底抹油，赢一块赢两块，你就走呀！啊，你变赢到你变当钱，敢会好呀？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无？一旦咱来当大赢，你从安尼今仔日来，咱这永信金。最赢了20块，结果你赢2块。20块跟2块是差足济哦。无法度啊！伊就若无现金的情况，心肝头会惊。伊若看到赢，就赶紧脚底抹油，就要走啊！就变安尼啊！所以我甲你讲啊，你唔敢大来赢，你要安怎赚会好个？你干来想，一直拢啊咧做迄种违背良心的代志，这不对了嘛？所以做对就要加码赚大笔的。如果对的话，你就是要听从你的这个指导嘛，对不对？是啊，爱都无钱就是惊嘛、哦，所以我跟你讲，变成违背啊这种操作的这个策略，就又没赚到。对啊，就我讲啊，就算讲这个股票起一倍、起两倍，跟你有啥期待？嘛是无期待嘛，因为你留未掉嘛，你就无钱嘛，会变安尼。所以我唔得跟你讲啊，上好就是你股票拢甲卖，对吧？莫现金，咱来。做当冲，就用你的信用额度对我二一老师安尼这两个月当冲，以500万的信用额度，人就赚超过700万，安尼会使无？所以我甲你讲，咱初步熟悉，来，你若要敲电话来咱鼎业投顾迄上好，我会甲你优先安排，好不好？哦，明仔要让你体验一支，就像今仔日安尼，咱这个永信剑有无？人若出卡手的时阵，率先甲你通知，哦，安尼。我讲了有清楚无？所以讲赶紧，你甲扫描 QR code 加入鳄鱼老师的 Lite， 马仔这个欣喜若狂。嗯，本你赢，本你赚。嗯，要如何反败为胜？其实重点就在于你要去执行嘛，你要去改变你不对的策略嘛，你要有正确的认知。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还要当机立断。现阶段扫我们的 Lite， 你要嘛你就留下电话，我们也会通知你。但另外一个部分，你今天如果打电话进来的话，是率先通知你。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片刻。赚钱最快的四个方式：信息落差，你不知道的市场已经反应；认知落差，认知决定上限，努力决定下限；执行落差，我做了你没做。执行力拉开财富差距，竞争落差，你我都会，但是你做的没有我好。鳄鱼永兴，大家放心，02-8511-3366，等你做阵来。鼎业投顾是金管会特许通过的合法公司，甲诈骗集团含一挂乱七八糟的网络公司是大不同的。鼎业投顾会使带会员做股票投资，嘛会使带会员做当冲，一兼二顾，安心赚钱有保障，欢喜斗阵做伙来，快乐人生做阵行。鼎业投顾02-8511-3366。你生来就一无所有，何惧从头再来？半年来想要翻身，上紧的方法。就是做家己会惊的代志，也是感觉家己做未到的代志，甚至是无可能的代志，马上做，立即做，手续办好，马仔对我来，鳄鱼信心十足，含你走出好未来，
0800-333-3366，等你做进来。鱼老师来了，当冲俱乐部，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再问投资人一次，当冲能不能赚百万？不敢还是不敢啦，所以我讲嘛吼，初步要安那把自己的心态甲家己的迄个执行力，哦，互你感觉讲，哎、欸，有影，这个鳄鱼老师有迄个能耐，咱初步来熟悉一下。你手机啊，甲摕起，你甲扫描 QR code 加入鳄鱼老师 Line， 然后显示你的电话号码，啊，是你要直接打电话来咱公司，明仔这个欣喜若狂，是要操作多一支股票，我会请助理会甲你率先通知。好，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我们会率先在明天通知你哦。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